的是我昨天在学校门口给你们买的玩具。哇，学校门口哎，这个吗？啊，这个是那个，这个也挺土，太像我们学校门口卖的那种2块钱、3块钱一个那种小球。魔力姐姐，你知道吗？我在小的时候，我特别羡慕学校门口小卖店家老板的儿子。我也羡慕，我觉得他好幸福。什么东西都可以吃，什么东西都可以玩。对呀、啊，但是我其实我特别喜欢这个。啊，那我们什么时候可以打开呢？一共12个、我们一人4个，四个，随便选就可以吗？就这样吧，反正他也没说要怎么玩。这里面是什么呢？不知道，应该是小的。现在我们这后面什么都看不到，对不对？嗯，随便选呗。嗯，来吧。我记得这个是我最喜欢那个。那我要这个。我要这个。魔力姐姐。可能也不是你最喜欢的东西。是啊，是什么颜色？什么颜色？是粉紫色。粉紫色，如果你对，我就给你。嗯、粉紫色哈。好像是那个，是粉紫色，是那个。你看看，这是粉紫色吗？这个粉色、紫色、粉紫色吗？那给你吧。你这个最好先不要打开，我们最后看好不好？好。我刚才好像看见了。哎，这是紫色哎。行，我也跳。紫色，去吧。橘色。那我想。我想这个，那我要这个。我你们不要抢了，真的，我不要抢，不要抢。那你剪刀布，石头剪刀布，来，好布。会真真买奖，就想抢啊！这个是对最经典的、最经典的那个皮卡丘的那个颜色，哎，对，我就要旁边的。那我要这个，我要这个，没有。我刚才。啊！我今天就想抢他们两个，结果一个也没抢成功。哎呀，好漂亮！哇，这个颜色好漂亮哎！呀，我可拿了一个魔力大哥喜欢的蓝色。哇，对，蓝色的，都是冷色系的。啊，我想要。该第三个了吧？这个，我怎么总想跟他们抢？我的每个颜色都不一样，这个是土黄色，黄色。啊，这个是绿色。这都是没有打开。终于打开了。这个什么颜色？啊，我们现在颜色好集中哎，每个人都不一样，是不是？嗯。还有最后一个，还有三个孔。还有我要这个，那这个就剩了一个给真真班长，不知道是什么样子。对，剩下一个你给我就行了。哦，蓝色哎，绿色，我是绿色。我这个是什么啊？我这个也是蓝色。哎，那就是我们现在几乎每个人手里面没有重复的颜色，是吧？但是真真班长的基本上都是红色系的。嗯。真真班长拿不出来了是吗？啊！来大力大力锅，大力大力锅，女四怪力女神，怪力什么？怪力女神，怪力女神，神是神，是这个就不要了。女神，是我，怎么样？现在我们摆好它吧。好，我们现在要打开看吗？要打开看一下吧。我们一个一个打开吗？这个是我最喜欢的，我想看一下这个。好，那我挑一个这个土黄色的。啊，那我要我最不喜欢的颜色。最不喜欢的是魔力大哥最喜欢的颜色。是吗？这里面会是什么呢？啊，是贴纸哎！哇，咦，这个我这个羊，我这个是什么？我这边有两个，然后我记得我在动画片里看到过这个，但是我忘了它叫什么。我这边有两个，你还看过这个动画片呢？我看过这个动画片，好长好长好几千集。这是皮卡丘还是什么？这都是什么鬼？看我的这个羊和什么？看他的脑袋像不像那个什么？你的想象。魔力姐姐，我觉得你那个好可爱哦。我的是小恐龙和小皮卡丘吗？我也不太清楚。但是我这个贴纸上面的特别好看，这个。哦，贴纸还不错，这个真的是好像学校门口卖的那些，就那个意思啊。好，那我们要不要打开第二个继续看一下？要不要？好吧，那我们把这个旁边放在旁边整理。我想看一下，哎，这个是什么？都已经出来了，绿色，我要打开。啊，那我觉得这里面应该都是这样的小玩具。我也觉得，都应该。韩小哥，我们今天准备的玩具啊，又是一个粘贴，粘贴就不给你们看了，都是一样，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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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里面有三个哎，三个，哇，你看，我觉得姑姑姐姐一个，然后两个。然后三个，这个超好看哎！三个是都没看出来它是什么。对，可是多一个就比较好。你知道它是什么吗？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动画片呢？就是看到这。哦，这个是精灵宝可梦。然后还有一个，我有一个小鸟和一个小精灵，不知道叫什么名字。我那是跟魔力姐姐一样的小鸟和又一个哇，
哎，我的这些都不是很一样。这是什么？对啊，不太一样。这个、你可不可以把它放在一排上？我也想，但是它放不住，有点乱。这样，这样，好吧，舍得放。嗯，就让它这么倒下睡着吧。接下来我想开这个绿色的。好吧，我们继续吧。我看橘色。哇，大恐龙！哎，你这个比较好哎。哎，这个好酷，大恐龙。哦，这个好可爱啊！我觉得我这个也挺可爱的。你看这个，一边拿了一朵花。哎，这个我之前玩过，这个叫什么名字？我超喜欢它的，是吗？叫什么名字？我忘了。这个是小猴子，我这个是紫色的小猴子，还有这个蓝色的，不知道什么东西。我这个是人吗？是吗？应该是一个人，对吧？有一种小超人的感觉。我的应该是一个炸了毛的公鸡，炸了毛的公鸡，凤凰，对，凤凰。你们要不要猜一下里面是什么？我猜这个肯定都是那个什么精灵宝可梦里面的那些角色吧。 对，应该是这样。我觉得我这里面应该有一个小精灵和一个恐龙。我觉得我这里面都是小精灵。我觉得我这个里面是个哪个啊，也是动物。动物？你这好对好片面的动物。好吧好吧，好像猜对了也没有什么奖品。韩大，你今天怎么这么可爱呢？拿了一个这么个玩具，然后、我觉得我今天跟这个彩色真的好投缘呢。你的好多紫色呀！啊，哎，我这里有一个小乌龟耶。哎，这个好恐怖哎！哎呀，啊，这个全身肌肉，有一点点肌肉小怪兽。哎，果然是有一个小精灵哎，小精灵就是，但是没有恐龙，是有一个小精灵的。小精灵有点脏了。对，我这个是一个鸟。哎，你是对呀，你是个鸟啊。这个是小兔子啊，动物。对，两个都是动物。哦，动物动物，猜对了。那看来只有真真班长猜对了。对，猜对了有什么用呢？可是猜不了什么，是什么？就是这个啊，还有这个，我放在这里啊，也是一个小精灵，还有一个大的肌肉，对，肌肉的一个小怪兽。我觉得长得有点吓人，有点。现在呢？现在我觉得我刚刚对了一下，我这个贴纸上的所有的图案跟这个精灵完全是不一样的。我刚刚还努力的找哪一个是哪一个，哪一个是哪一个，结果完全看不出来。没有，真的是不对应的，就是那么一回事儿。对，那现在我们是把这些东西都拿出来了吗？嗯，这些乱码七糟的，我们也不知道什么名字的东西。嗯，然后接下来我们是要干嘛呢？我觉得是不是应该给他们集体拍一个大合照？好难，他们都立不住，怎么拍呀？对呀，不然谁都可以这样。你从中选一个最喜欢的，我从中选一个最喜欢的，郭哥也是。然后我们找魔力大哥，找魔力大哥，还找韩导给选出来一个，就是这三个中比较好的。然后可不可以让韩导给我买个冰淇淋什么的？啊，韩导能给我们买吗？看，那就这样，韩导选一个最不好的，我们给韩导买冰淇淋。行。我已经在挑了，我觉得那我们一定要选一个最好，我们一定要选最好的，然后对韩导从中选一个他最不喜欢的。嗯，怎么样？我选他，他真的是超酷的，超酷的，我喜欢他。那我觉得韩导能喜欢这个羊，对羊，但是我喜欢这个。那好吧，你选他，我选他，还有一个姑姑的，姑姑姐姐呢？姑姑的没有好看的，嗯，都很丑。这个好看，这个，你动它了吗？我真的没想跟我说那个大力的怪兽好看哎。那我们两个选的几乎都是绿色的，绿色都是蓝色的。来吧，韩导，现在我是恐龙，真是一个不知道什么东西，然后我是小可爱。好吧，来吧，韩导，你喜欢谁的？你要说你就是你不喜欢的那个人，那个人会给你买冰激凌吃。对，你想要？我最喜欢小可爱。哇！公公的表情瞬间就是翻了一个白眼。对，你想好了你要小可爱招你惹你了？你是要请韩导吃冰激凌的，你知道吗？嗯，他是会的。他要什么？他要吃什么样的？哈根达斯两块，不能再多了。公公姐姐，你大方点行吗？两块五可以吗？行，嗯，好，行，那我们就去给韩导买一个2.5块的冰激凌吧。行，没有问题。顺便请你们两个吃一块的，1.5块，1.5块也行。你看我多好，是吧？那我自己吃个，
五毛的。对，五毛的。行，冰棒。行，算行行。好，那我们去买冰棒吧。嗯。现在我来到了超市，要给魔力姐姐、真真班长还有你韩导来给你买雪糕。我记得魔力姐姐爱吃牛奶味的雪糕，真真班长爱吃咖啡味的雪糕。对的，多少钱来着？1块。嗯，好像是，我好像是3块吧。2块，我别当我傻。是吗？3.5吧。这个是真真班长爱吃的，这个多少钱来着？这2块呢。哎呀，贵5毛。可不，算了，没事，大方一次。那魔力姐姐爱吃什么呢？牛奶味的这个吧。嘿，我觉得应该是这个，这个是牛奶味的香浓布丁雪糕伊利牧场。到我了，到我了。对，你想吃哪一个？我呀，哎呀，这个怎么样？很难选呢。不错哎。不行不行，离开这个冰柜，这个冰柜太贵了。快点跟我走，离开。我就要这个。不行，这个太贵了。嗯嗯。太贵了。嗯。那你想吃哪一个？你给我挑。我给你挑。嗯。嗯，这个看起来比较便宜，那就这个吧，行吗？这个呀，还是这个呢？这个太小了，不够你吃。嗯、是，我要这个柜里的。那边太贵了，太抠了。说好的2.5变成3块，3块你现在又要这么贵，这个不知道多少钱。就他吧，就他吧，就他了。嗯，好。那我再挑一个我自己的。可以。哎，你不用买了，我给你吃一口。啊，找到了，找到了专属于我的雪糕。是不是？5毛的，是不是？嗯，这5毛我给你报了。多少钱？这个是多少钱的？5块。5块。说好的2.5呢？怎么变5块了？我给你吃一半。完事儿了，回去吃雪糕吧。走吧。真真，嗯，那他们那个郭郭带韩导去回来了。啊，回来了，走，快快。1.5块的吗？1.5的吗？不是。韩导买了多少钱的？我哎呀，蛮好了。老好了。这个是真真班长最爱吃的。我得做我亲。最爱吃什么？啊，我不喜欢做。还我！我喜欢。还我！只要这个是郭郭姐姐自己喜欢的。对，这个是你自己喜欢的。你给你自己买吗？有买。是5毛的吗？是5毛的。我都是最便宜的。哎，他那个好像是1块吧？2块。哦，太够意思了，郭姐姐。咖啡雪糕，魔力姐姐，你猜猜你的？我觉得你那个可便宜了。魔力姐姐是仅次于你的那一个。我比他贵吗？特别贵。你为什么给魔力姐姐买？你给我买两份雪糕。因为我上次看到魔力姐姐吃过这个雪糕，所以我觉得她肯定。你给我买的是就是水果味吗？啊、不是。啊、哎！我还是果味的。看我最爱吃的就是草莓味的，你没给我买草莓味的吗？没有啊。那你看，他装作很了解你们的样子。对呀、啊。嗯，真真肯定喜欢吃这个。嗯，魔力姐姐喜欢吃这个。啊、我也是魔喜欢吃这个。你给我看过什么雪糕？什么？我也好好吃。特别，它比你贵。真的吗？4块的。哎，你什么时候看我吃过这个雪糕？我是上次、啊。我看都没看过这个雪糕，你告诉我你我什么时候吃过这个雪糕？我而且特别不爱吃纯奶鲜奶。啊，真的吗？那我们换。我爱吃咖啡的，好不好，波波？哎，对。
我都知道魔力姐姐喜欢咖啡。对啊，我也知道。其实我不知道吗？对呀、啊，韩导什么的啊？韩导这个是最贵的，啊、最贵的。啊，可爱多！我最喜欢的是这个，我觉得。可爱多是多少钱的？三块的还是四块的？五块，五块。草莓味的，操！哎，过过几天你怎么回事？你又要换？好，过过几天。我喜欢吃咖啡味的。我姐姐只买了一个小小的鲜奶糕，果然是我。对，说到做到，就是。那跟我俩换换换换啊！这个。哈哈哈哈哈！对魔力姐姐好，我也很喜欢可爱，咱俩再换。就是魔力姐姐不爱吃，对对对对对。韩导，嗯，我俩换呢？我要吃了。我俩换呗。哈哈哈哈哈！我来呗。哪有再要回去的呀？我来呗。俩一个味儿吧，我就一个是三块钱的鲜奶糕，四块，一个是四块钱鲜奶糕，一个是五毛钱鲜奶糕，还不一定有你五毛钱的好吃呢。咬一口，哎，多，多长时间了？上面怎么这么多冰渣啊？我这女的已经吃了，是吗？好吃吗？嗯，好吃。过。嗯，一个味儿你尝，我跟你们一个味儿，一模一样的。哇，看我吧，看我吧，妈后悔了，四块钱，后悔了，心有点隐隐作痛。嗯，好好看。默默姐姐回家默背一下成员之间的喜好、爱好之类的东西。对，你要不要好好了解了解我们？嗯，好吧，好吧。那好吧，那总之也谢谢蝈蝈姐姐今天请我们吃了这个冰激凌、嗯、好吧，然后我们这个蛋不对蛋精灵球、嗯、对，也感谢韩导给我们了一个这么好玩的精灵球、嗯、那好吧，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吧，一定不要忘记订阅新魔力玩具学校，还有大家要记得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新魔力玩具学校的官方微博，下次明天见吧，拜拜。